悬浮放大镜的功能。我选到我们的悬浮放大镜。有兴趣的话，我们这个可以把你做细带，就我们第二批吧。我们可以就移到哪个上面，它就会放大。那么最多可以调整到300的倍率。360度的相机，就是它前后有两个镜头，它拍起来以后会拍一个垂直水平的360度。